们青岛海洋那个研究所也出过这个问题，橡皮人拆了以后，这怎么装回去？装完了也装大了，那装大了，有的那个胶都把你控制不了，都不能想复包了。然后我说你放到位了吧，放到位了，但是你不在现场，你看不到那个现状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说那个回头你方便视频我看一下。